国开兄弟姊妹平安，咱真欢喜，上帝赐咱一个新的一年，一个新的情人节，一个新的疫情，新冠病毒。咱知影这个无偌久也是过去，但是伫这个艰苦的路程，咱咧受困难的时阵，咱就记得亚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安尼讲，耶和华说。我知影，我往恁所怀的意念，是属平安的意念，毋是刚才的意念，要叫恁末后有指望。咱说落去，咱要请是五会会姊妹甲咱领唱，然后咱要请五溪里长老甲咱牧道。咱未讲上以前，咱要请四天使兄弟。跟咱读经，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《历代记下》二十章第一到第四节。咱今仔日的讲员是所有记牧师，伊的题目是对期盼到赞美。一刻，我欠永驻。
这是苏荷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予阮今仔日早起有机会通来敬拜你。求主你帮助阮，无论伫倒落所在，会通陪伴阮家己心，来听候主你爱教导阮的话语。主，阮知影阮真侪时阵有拄着问题的时阵，袂晓要怎啊伫遐来祈祷。阮只能外靠阮家己的能力，外靠阮家己的智慧。但是主，你阁要一摆接到今仔日早起阮的讲员所有志牧师的信息。搁一摆鼓励阮，予阮话通借着基督来予阮个惊吓真侪恶咯。求主你帮助阮，遮亲像今仔日早起阮所唱个诗歌，时刻阮要谦让主你，时刻阮要伫遐来外靠你。特别少念到阮个教会个工作继续来仰望家己主你手中，真侪会友因为即个疫情伫家庭内面有惊吓个心。求主你伫遐帮助阮，予阮话通继续来关心、来鼓励因。主，阮个特别少念到阮个牧师、阮个团队，予因话通继续努力、忠心个来侍奉主你，予因无袂记得主你个号召，予因话通继续伫遐来尽因个本分来侍奉你。
求主你帮助因，互因听主热心，日日伫遐来加添，啊，互因会晓要怎啊伫遐来关心、看顾主你的羊群。阮这是也特别为着缅甸这个国家来祈祷，因为这个政变，人民拢真艰苦，因所拄到的问题，主你拢知影，求主你帮助因，互因未通继续伫遐来压迫、挖苦主你。特别为着这些信徒，互因伫无上的所在，未通继续为着主你来发光，帮助因，互因伫这个危机的时阵，未通继续看去到主你的保守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，伫2030年菲律宾就要成做一个老年化的社会。主君爱特别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。主君知影你是看过。顾虑啊，看顾寡妇的属地，求主你帮助阮会晓得要怎啊底下来关心这些老年人，特别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，求主你也帮助因，祝福因会通会晓要怎啊底下来照顾因的父母，会晓要怎啊底下来关心因，供给因的需要。阮这是爱特别为着阮的教会每一位的肢体来祈祷，求主你帮助阮。予阮会通继续忠心，会为着主你来活。伫阮个家庭内面，会晓得要建立一个基督化个家庭。予阮做夫妇，会晓要怎啊以主你个听来互相相听，也会晓要怎啊教导阮个儿女。予因会通成做一个敬畏你个人，也予因会晓要怎啊以主你个听来听别人。真侪也是即时有病痛、心灵痛苦，求主你也是甲因相甲伫底。愿主你伫遐保守因，帮助因，互因话通继续来挖苦主你，互因会晓要怎啊来仰目仰望主你。阮这时也是爱特别为着阮每一位个团队人来祈祷，求主你也是甲因每一位相合地带，帮助因，互因话通忠心伫因个工作顶面，互因个生活话通成做一个棒个祭来献互你。主君爱特别少念到用太来团队夫妇来给你主你手中。求主你继续帮助因，互因伫 IGSL 所做的工作，会通栽培做做将来的领袖，要怎啊伫你的国度内面忠心的侍奉主你。因这时咧负责夫妇的工作，愿主你也帮助因，祝福因会晓得要怎啊来关心、来鼓励这些夫妇，会通当心底下来侍奉主你。主君也是爱特别为着伊的学业来祈祷，伊这时咧陪伴。伊个博士学位个论文，求主你个帮助伊，祝福伊会通早日完毕伊个论文。主讲过一摆，从今仔日早起个崇拜，对头到落尾，拢恭敬起伫主你个手中，愿主你个名得着荣耀。奉主耶稣基督个圣名求，阿门。历代志下第20章第一到第四节，这个以后，摩押人甲阿门人、古乌米、奥尼人、撒甲来攻击约沙法。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讲：“对海我阿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。现在因在哈先孙他妈，就是温基地。”约沙法便惊吓，定意找求耶和华。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，这个呢，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三战，犹大特性的人拢出来找求耶和华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在新春的时阵会通甲教会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的信息，大声要恭祝大家新春蒙恩，身心勇健。在去年、几两年，拢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，有的人失去伊的亲人，有的人伊的生意大亏损，有的失业，学生无法通去学堂实体上课，教会兄弟姊妹也无法通去教会有这个实体的聚会。相信大家一直为了这个疫情切切地下咧祈祷。今年的年头开始有疫苗在上市，开始有在接种，但是这个疫情的进展
一点啊拢无明朗，而且英国甲南非阁有变种的病毒，啊，疫情亲像无法通受控制，所以呢，真侪国家尤原是禁止国际旅客的入境，只有美国较乐观。疫情去年三月传到美国的时阵啊，因讲说啊，这个唔是真严重，这个是一个大崩诶，个只感冒，到啊到热天的时阵，这个疫情就会真奇妙的安尼消失去了。结果呢，咱看见到啊到热天，疫情唔单单无消失，而且愈传愈多，愈传愈厉害，所以军都无法通控制这项。到啊到一个疫苗出来的时阵，哎，就讲疫苗若签落去，咱就法通控制了。结果疫苗出来了，也是无法通控制，又还是愈传愈严重。所以咱都唔知影要怎样来祈祷了，要怎样才会通摇动上帝的手，和这个瘟疫早日结束。教会安排的这段时间啊，是咧爱大家做做思想。圣经关乎伫这个基督的教导，啊，早起牧师就对这个所罗门王献殿的时阵，这个基督开始甲大家分享。所罗门王献殿这个基督啊，怎样长啊？咱就看其中的一小段就好。记载伫历代志下六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，圣经安尼讲，这个是所罗门王的基督。所罗门王祈祷讲：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大荒、梅暖、蝗虫、蚂蚱，还是有受敌环境、围困城邑，无论拄到什么灾厄破病，你的百姓以色列人，或者是众人，或者是一个人，若家己觉得有灾厄真正苦，就着向这个殿举手。无论祈求什么，祷告什么，求你对天顶你的居所随听。你的心是知影人心，你是知影人心的，会照着逐个人所行的来对待人。只有你知影世人的心，和因伫你所赐予阮迄个列祖的地顶啊，一生一世。敬畏你，尊敬你的道。那这段圣经啊，有几个重点，咱要大声看。头一个重点，天灾人祸是在所难免。你讲为什么这个世界你爱天灾人祸啊？是因为始祖犯了罪，对受咒诅，所以天灾人祸是一定有的。第二，这所在讲众人啊，家己觉得。有灾厄真正苦，你家己咱拄着真大个问题，真正艰苦个时阵，是要讲说咱着认罪悔改，因为这个艰苦是对罪来的，咱着回头归向上帝。第三，着向上帝个居所举手，意思是讲着祈祷，啊，着祈祷，着向上帝祈祷，啊，无论求啥物，祷告啥物。上帝拢要随听，第四，这个所在有提到上帝是知影人的心的，要提醒咱啊，咱若要认罪悔改，就真心；咱要祈祷，就专心。安尼，上帝才会听咱的祈祷。圣经记载讲，所罗门王祈祷了啊，就许。对天降临落来，啊，烧尽那个烧祭，甲别个祭物，意思是讲上帝悦纳迄个祈祷，悦纳因的献祭。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殿。后来圣经继续记载，历代志下七章十二到十五节，圣经讲米甸耶和华向所罗门王显现，对伊讲。我已经听了你的祈祷，也选择这个所在做祭祀我的殿宇。我若让天闭塞无落雨，
或者和红强者这个队会出产，还是和瘟疫流行在我的百姓的中间，这称为我名的主民，那是自卑、祷告、祈求、寻求我的面，转离因的恶行，我必对天顶垂听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罪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对这个所在所献的祈祷。所以这个第二段的圣经，咱过来看几落项代志，看几个代志。亲像上帝必随听祈祷，有一寡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头一项，人要自卑，要谦卑家己，因为上帝只听谦卑的人的祈祷，要谦自卑，要祈祷，要祈求主的面。咱咧祈祷的时阵，唔是要向上帝讲咱爱什么。咱要祈求上帝意思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是祈求主的面，祈求伊的面。然后呢，就转离恶行，讲明啊，上帝福灾的临到人，是因为人的犯罪的恶行。所以真心认罪悔改啊，转离恶行，那个是出路。上帝用灾的催逼人，就转回归向上帝。圣经讲呢，上帝爱你万人得救，唔爱你一个人沉沦；爱你万人悔改，人人悔改，唔愿意一个人沉沦。上帝会听祈祷，会赦免，会医治，伊要睁眼看，看咱的行为，咱是唔是有改变，是唔是有转离恶行，然后侧耳听咱的祈祷。咱以这段的经文啊，最近啊信息的背景。今天早起信息的题目是对古帕到保罗圣经是二十章一到三十四节，但是我们先看四节就好，看四节圣经这样记载，这里以后摩押人和阿门人也有米俄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，有人报告约沙法说，对海外阿兰那一边，阿兰就是移动了，有大军来攻击你，如今因在这个哈西顺塔玛就是引基队，约沙法便惧怕，定义要祈求耶和华在犹太全队宣告禁食，安尼在犹太人就聚会求耶和华帮战，犹太各国城有人出来要祈求耶和华，所以这个所在头一项，这个约沙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，伊头一个反应就是真惊吓，惧怕，真惊这个记载伫第三章第三节的顶半节，约沙法便惧怕，因为有三国的敌人联合起来，正做一个大军要来攻击犹大国的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所以伊是国王啊，所以真自然伊就是会惊，这个是会当理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难临头大难临头，这个大灾难来了，强敌大军来要侵略因。摩押人、阿门人、西尼山人，西尼山是这个雅各的阿兄以扫的后裔。当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的时阵，上帝唔允准伊消灭这三个族人。如今呢，伊入到迦南地的时阵，就无去攻击这三族的人。但是这阵啊，因就联合起来，以恩报德，联合起来要攻击约沙法犹大国。王的祈祷，伊是讲，阮无力通抵挡，唔知影要怎样行。历代之下，这个是二十章的十二节。今仔日，咱也是无力通抵挡面对这个新冠的气焰，咱也唔知影要怎样做，所以是真正是上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唔知咱会惊吓袂。在这个疫情的中间，有一挂人家的，有一挂人发现啊，伊是有迄个忧郁的现象。所以咱就最关心咱
身边的亲友啊，因为因变得惧怕，所以会产生真侪问题。但是这个惧怕也是有好的一面啊，因为惧怕哦，会催使人去向上帝啊去求救啊救命哦！你干真个大艰苦的时阵就发救命哦，所以在急难中就会求救。世间人在急难的时阵啊，总会求上帝拯救，尤其是约沙法王，因为算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。最近有一个消息，是关于印尼的客机失事的代志啊，因为新冠肺炎呢，我相信兄弟姊妹真侪人也无法当出门啊去出差哦。啊，牧师也是因为安尼才困伫香港，未哩倒去，因为那倒去容易着检疫，倒去菲律宾应该是14日啦，香港即阵是21日。都去十四日，倒来二十日，就去一几个外日，会叫做检疫，非常的无利便，而且出门有真大的风险，有可能会去染到这个疫情。所以牧师就借趟伫网络顶面，甲大家三个来分享上帝的话。印尼的来了机啊，是 B737-500型。啊，即阵这个型的飞机是非常的出名，因为高楼顶计失事哦，啊，所以拔落去海咧，拢共有65个人丧命。我相信啊，这个飞机伫咧要失事以前啊，全飞机的人大事就拼命祈祷、拼命求救的了，一定是安尼的。俗语讲咧，一款的米是百款的人，讲明讲说是世间顶的人啊，各行款的人拢有啊。有一挂人惊东惊西，大行惊，但是有一挂人伊就唔惊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有时阵咱咧劝人就信耶稣啊，因为世间的人拢犯了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，而且罪的工价是死，死后阁有审判。独独上帝的恩赐，伫主基督耶稣内面是永生。有一挂人对着死亡啊，真正惊，但是有一挂人伊讲我唔惊。其实伊唔惊，是还阁未真正面对死亡啊！哦，牧师常常就讲说，你唔惊，是因为你唔知啊。我唔惊死，其实是你唔惊死，唔惊死先就是咧骂人咧哦。啊，是讲唔知死，你是唔知死啊？伊讲唔惊死，我讲你是唔知死。其实因为死了后，还阁有审判。你若唔知影死了有啥物，你就袂惊；你知影佮死了后你有啥物，你就会惊。圣经曾经记载一个故事啊，是讲到一个财主啊，伊逐日吃花宴乐，也做讲是花天酒地吼。但是伊个门口呢，却有一个乞食，名叫做垃圾路底下咧等咧等这个财主的钱财。后来财主死了。圣经讲，伊伫这个阴间咧受苦，远远的看见伊做阿伯的汉，伊就讲，佮看到阿伯的汉，佮看到垃圾落伫伊的怀内。阿伯的汉是信的代表，啊，垃圾落呢？垃圾落财主无信，垃圾落有信，所以垃圾落伫这个。阿伯利汉的怀来，所以他就讲一个我做垃圾路，这个阿伯利汉啊，请垃圾路来用枕头啊，温淡薄水来凉凉我的指头，因为我是这个黑暗来非常的痛苦。圣经记载啊，讲人若无信耶稣，到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阵，名字若无记载伫生命册。人就要生在血肉来永远在那里受苦，圣经形容这个是第二次的死。你若有信耶稣，死就很简单。咱身上去十字，咱看见什么？这个贴呢？安息主怀。还什么呢？释罗归天。还有永归天国。这个是十字里面的安慰宗教的一句话。但是这个是真事实的形容，死就无通惊，因为咱已经预备了咱的天家，
咱有一日你甲上帝三度圣经提醒讲，你着务必仰敬你个上帝。咱倒来看约沙法王，圣经对约沙法王有安尼个记载，伫历代志下十七章三到四节，圣经安尼讲：耶和华甲约沙法同在，因为伊行伊做大卫初行的道，无祈求巴力，只祈求伊老爸的上帝遵行伊的诫命，无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。伫这个所在，我家己咱就来解释落尾这句话：什么是以色列人的行为呢？为什么无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就是好的呢？原来啊，这个王国分裂最南北国的时阵啊，北国的王全部是歹王，所以带领那个以色列国啊去做歹行歹。只有南国犹大国啊，有时阵有好王，较侪时阵是好王，有时阵也有一挂歹王。所以好王就带领伊的百姓啊，做敬畏上帝、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代志。所以以色列人的行为是以色列国人的行为啊，所以是咧讲因离开上帝，因无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代志，看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。约沙法安尼讲啊，伊讲我的眼目单单仰望你，仰望上帝，所以惧怕诶，何人去仰望上帝？这项是好代志。第二项。约沙法除了惊以外，伊个定义要寻求。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三节记载，伊定义寻求耶和华。所以，约沙法王啊，拄到灾厄的时阵、灾难的时阵啊，伊头一个反应是啥物？头一个反应啊，是去寻求耶和华。一般人呢？拄到大事的时阵啊，就这里有拄到一个大破病要来了。医生讲你这个 cancer 啊，已经第四期了。啊，你赶紧去找医生，找遐有拄到 cancer 的代志，应该怎啊处理？怎啊？你去找人，直直找啊，落尾无办法咯，落尾再来找上帝。真侪人是安尼呢，但是圣经内面有一个记载啊，马可福音记载一个妇人哈、啊，马可第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。讲有一个女人啊，患了十二年的血瘤，在好一个医生的手中受了真多苦，又搁花尽了伊所有的，一点啊拢无好，无较好，而且迄个病势反倒变搁较重。后来伊听见有耶稣的代志，就对后壁来插杂伫众人的内面去望耶稣的衣裳啊。意思是讲，我只要望到伊的衣裳，我就会好起来。安尼，迄个血瘤的源头立刻就打了，伊家己讲，伊身顶的灾病就好了。约沙法往头一个时间，头一个反应就是定义要寻求上帝，要大声求上帝。我觉这个是真正合理的。你若头达项无去开钱，无去看医生，听信上帝。到底要找医生，还是要怎样？安尼你就先去真侪无谓的开销了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，伊去头一个反应是找求上帝，是要求上帝来指示伊路着怎啊行。伊讲我无力通抵挡，唔知影要怎样行。当咱唔知影要怎样行的时阵，咱头一项就去找求上帝。约沙法王。祈求上帝要听候上帝的指示，因为自己无能力当抵挡迄个来侵略伊的大军，唔知影迄个这场的战争啊是要怎样拍。但愿咱来到上帝面头前求指示的时阵，应该求上帝讲，问上帝到底咱要怎样来面对这一场的瘟疫，这一场的新冠肺炎。我相信这个问题啊。今年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会带着我们就好好来祈祷。这阵有很多款的疫苗上市了，有美国，有英国，有德国，还有中国大陆，到底要打哪一款呢？
有一寡医生就讲隆重未拍咧，因为遮隆重是真赶紧上市的，也阁无时间伫个所在去试验，去试验看啥物有效，啥物无效，啥物有歹或副作用，也阁唔知影，所以有诶医生真反对拍这个疫苗。所以咱就好好祈祷伫上帝啊，我应该就怎样啊？咱就真唔知要怎啊做呢？哦，但是咱目前呢，咱大家人就伫听候诶时阵啊，就遵守政府予咱的防疫指引，就保护家己，保护别人，保护咱身边的人，就戴好你的口罩。啊，牧师今仔日无戴，因为我咧录音边头无完全无人，所以安尼会讲话会较清楚。啊，所以若是这个教会啊，因主日崇拜的时阵，牧师咧讲到伊往一个口罩是往哪戴咧，我感觉一个是无需要，因为都无人啊，无人录起来会较顺利，会较好势。所以呢，就较常洗手，啊，接洗手，就甲别甲人有一个距离吼，有一个距离，减少出外去食菜馆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的重要。第三，除了祈求上帝以外，咱头先讲说，伊真惊啊，祈求上帝。第三，伊宣告禁食。犹太全队宣告禁食，禁食为着什么呢？我所认为讲，禁食是要提醒人要自我审查，咱要审查咱家己啦，啊，咱来温习，咱头下读过的经文，这个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十五节，圣经讲，这个为着我的名。这个为我的名，这个是我的名的主民啊。那主必祷告，祈求我的面离开因的恶行，我必对天顶垂听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罪。我必睁眼看，切耳听，在这个所在所献的祷告。主要说曾经讲一个譬喻啊，要教导来。大家人真正自高的人啊，自以为意的人，伊就讲一个法利赛人甲一个税吏的祈祷，记载在路加十八章第九到十四节。圣经讲耶稣胸怀以为凭着家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的，设一个譬如讲，有两个人上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徛的，自言自语的祈祷，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无亲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无亲像这个税吏。我一礼拜禁食两摆，凡我所得的，拢捐上十分之一。那个税吏呢，就远远的徛的，连徛目看天也唔敢，只对着胸啊。会讲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最后所讲，我跟您讲，这个人倒去啊，比迄个人算罪，搁较算罪义啊。因为犯了自高的，必降为卑；犯了自卑的，必成罪怪。所以伫基督的中，应该就家己谦卑家己，伫主上就上帝面前承认咱的罪。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譬喻，是先知约拿的譬喻。上帝先知约拿奉差遣去尼尼微城去宣告。约拿书第四章第三章四节到十节，搁等四十日，这个是约拿的宣告。尼尼微城必倾覆了，尼尼微人信服上帝，便宣告禁食。对最大的到最小的，拢穿满衫，这个信息就传到尼尼微王的耳腔中，伊就落了宝座，脱落条服，披上麻布，坐伫海中，这个都是一个，你叫做古爱啦吼，家己有灾厄咯，家己犯罪真重，真那个灾厄真大。伊又阁予人去骗过尼尼微，同城讲
王甲大神有令，人唔通食啥物，牲畜、牛羊唔通食草，也唔通啉水。人甲牲畜拢着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地求告上帝，各人着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暴行、强暴，或者上帝会转移后悔，无法联络，予咱不至灭亡，也袂失的。第十节，安尼上帝察看伊的行为，甲因离开恶道，就后悔，无将所讲的灾厄降予因了。我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，家己真感谢上帝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迄句讲，人唔通食什么，牲畜、牛羊唔通食草，也袂做你啉水。伊无说人唔通食什么，啉什么，只是牲畜、牛羊袂用食草，也袂做你啉水。哇！你来讲人袂做你啉水就真艰苦了。这是上帝对人的怜悯，上帝无讲你若袂做，食袂做你啉，啉水会做你啦，我啉会做你。感谢上帝体贴人的软弱。第四，讲到来到这个殿的面头前来祈祷，殿前祈祷，咱前面讲说伊惊，伊祈求上帝，伊宣告金者。第四，来到迄个殿。诶，院外面，外面，伫遐徛咧，伫遐祈祷。咱来看二十章第五节，约沙法就伫大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会中，徛伫耶和华殿的新院前，伫遐咧祈祷。啊，其实咱若去注意伊怎啊祈祷吼，咱会看见头一项，伊是咧支取上帝应允，上帝不应允啊，上帝有应允啊，哦，应允啥物呢？历代志下二十章七到九节，阮的上帝啊，你唔是曾经伫你的百姓以色列人面头前驱逐这个地的居民，将这个地赐予你的朋友阿伯利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？因徛伫这个所在，如果为你建造圣所，那有灾厄临到阮，还是刀兵？还是瘟疫饥荒，我们在急难的时阵，站在这个殿的头前，向你呼求，你就要垂听，就要拯救，因为你的名在这个殿内。意思是讲，你就向上帝来祈祷了。你袂做祈求，祈祷别个，啊，祈祷观音妈，大声袂出来，上帝就是上帝。哦，这个所在让人看见呢，这个是上帝应允啊，所以伊要支持上帝的应允，上帝有安尼讲过，所以徛伫这个殿来祈祷，上帝要垂听，上帝要拯救。第二项，咱来搁看十节到十二节，用伫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啊，你唔容允以色列人侵犯亚扪人、摩押人、甲西尼山人，以色列人就离开因，无灭绝因，看因现在是以。即安尼来报答阮，伊就要驱逐阮出你的地，就是你赐予阮为业的地。阮的上帝啊，你唔刑罚因吗？因为阮无力通抵挡来攻击阮的这个大军，阮唔知影要怎样行，阮的目睭单单仰望你。再看到这个。祈祷什么呢？要支取上帝的应允，要求上帝为因做主。第三，咱看到呢，众百姓啊，非常非常的动心啊。什么人来到迄个所在，甲伊动心咧祈祷呢？圣经讲啊，十三节，犹大众人甲因的婴啊、妻子、儿女，拢徛伫耶和华面头前啊，所以。全教会同心向上帝的祈祷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咱就同心合意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向上帝祈祷，
向上帝来祈求。第五，这个是最后一项，最后一项上帝听祈祷，上帝话临到，圣言临到，十五节到十九节，这个是一个先知讲，先知讲，还是一个有上帝话临到，一个讲，伊讲犹大众人、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甲约沙法王啊，恁请听，耶和华对恁安尼讲，唔通因为这个大军啊来恐惧惊吓，因为胜败不在乎恁，乃在乎上帝。明仔日恁要去，落去。去迎敌，因是对西西坡上来，恁必伫这个亚罗伊列的旷野头前迄个谷口去拄着因。犹大甲亚罗撒冷人啊，这一摆恁唔免征战，只要排阵徛咧，看亚罗花为恁施行拯救，唔通。恐惧也唔免惊吓，明仔日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甲恁同在，约沙法就面拍伫底，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伫耶和华的面前叩拜耶和华。哥辖族甲可拉族的利未人，拢起来用极大的声音去咧哀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咱今仔日题目是对惧怕到恶路，上帝话来的时阵，跩利未人就大声的恶路上帝。这段圣经内面讲到三项代志，唔通恐惧惊吓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人，乃在乎上帝。要去赢敌。去拜殿，为什么唔拍我就去拜殿呢？我讲你这是咧考验证明甲王的信心，考验证明甲王的信心。你拜咧，你免拍，但是你免惊，唔是硬要错，而且咧恶劳上帝。第三，看上帝施行拯救，这是见证上帝的神迹奇事。惊吓啊，就安尼变做恶路了。历代之下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，约沙法既然甲百姓商议了，就设立唱歌的人，上赞耶和华，予因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行伫军队的面头前，恶路耶和华讲，就请下。耶和华因伊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众人独独咧唱赞美的时，唱歌赞美的时阵啊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去击杀来攻击犹大人、的亚扪人、摩押人、甲西尼山人，击杀徛伫西尼山的人，将因灭绝，灭尽伫西尼山的人了后。因个彼此互相自相击杀，犹大人伫旷野的望楼，看去大，伫遐咧看迄大官，对个大军伫遐咧看，看去啥物呢？输赢片队，无一个人逃脱。约沙法甲伊个百姓就出去收取敌人留落来财米，尸首中有真侪个财米甲珍宝，因就拢总个剥落侪家。却带袂你倒来，因为安尼，因为收真正多，伫收啊到第三日、第四日，民众聚集伫比拉加国，这个就倾向的意思。伫个所在有倾向摇花，因为安尼，迄、那个队名叫做比拉加国，伫到今下日，这个是一场战争的结束。是约沙法带着百姓
用基督来拍赢这场的这场的战争。咱其实对着咱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，应该是同款，凭着这款的态度来祈祷。牧师就用两节圣经，应该是一节了，用一节圣经来结束早起的信息。这个是历代之下二十章二十节，非常的好记。二十章二十节，约沙法拜殿亚迪亚迪的以前呢，对犹太人及耶路撒冷的居民安尼讲，伊讲着信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就必立稳；信伊的先知，就必行通。什么是信耶和华你的上帝呢？这个是信靠的意思，就信靠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就会通立稳。第二个信呢，信服伊的先知，就必行通。什么是信服伊的先知呢？上帝借着先知，甲伊的百姓讲的话，你有服无？伊讲恁着落去赢敌，你有去赢敌无？你徛咧唔免接唔免拍战，你看上帝的作为，你有安尼行无？你敢安尼行无？啊，这个是一则圣经内面讲到两个信，牧师解释讲，一个是信靠，另外一个是信服。刚才你要问我？牧师，阮孙也无先知咯，会做你将团队人当做先知未？刚才会做哩，但是咱要注意看，伊哩所讲的话有合乎圣经无？像牧师要讲的是讲，咱今仔日无先知，但是咱有圣经。咱今仔这本圣经呢，拢记载了上帝的话。咱若读到啥物，有所感动上帝，接到伊的话，感动咱的心对咱讲话。咱的学位，咱愿意照着伊的话去行无？但愿咱伫这个疫情灾难的面头前，咱好好来学习，就怎样祈祷，就用约沙法王来学习，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，伊带领军队啊百姓，凭着信心。凭着信靠，凭着信服，打赢一场真大的灾难，真危险的灾难。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赐予阮真美妙、真奇妙、真宝贝的信息。你将约沙法王伊怎样赢过这个灾难，予阮学习。到底阮伫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中间，阮就怎样来祈祷，才真正有挡住你的手，和这个拯救早日临到阮，和这个疫情会早日过去。求主啊，帮助保守两位同兄弟姊妹，无论大无论小，拢伫主你的保守内面，因真正平安，因着主你的同在。伫新的一年，有主你家己的祝福，和阮大家人民的信心来鼓励你，来见证你。愿你舒服，多谢，安尼祈祷感恩，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I'll start recording. James is having our very first virtual camp, and we'll invite you. Yes, you! Girls ages 7 to 12, come join us. We will be having lessons, games, activities, basically a lot of fun with each other. Because nothing can stop us from meeting together. It will be on April 1 to 3. Live session will be on our usual 1:30 to 3:30 p.m. So stay tuned for more details. Bye!咱即时来接受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听堂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，甲咱每一位三甲之力，对即时得到应应完完。阿门。